动感101 Happy Morning Call。 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林燕雪吗？是的。你好，我们这边是动感101音乐早餐节目组。你好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受你的委托哈，打给你的好闺蜜好朋友，同时她也是张艺兴的粉丝李明洁，对不对？对。她有多喜欢张艺兴呀？他俩就很早吧，反正挺迷他的，然后到现在都是有手机的什么皮肤啊什么都是他。现在张艺兴呢已经在我边上，等一下呢就期待跟他通话了，先让张艺兴跟你打一声招呼好不好？好。哎，你好，我是张艺兴。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好，我们现在打电话给他了啊。好。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李明洁啊？你好。李明洁你好呀。我是那个林月雪妈妈的好朋友。阿姨你好。你好你好。他是跟你说过吧？因为我有一个蛮优秀的儿子啊。91年的，听他们说你这个今年23岁的吧？是24了。哎呦，我们往小里说，23，跟我儿子蛮搭的。我儿子性格很温顺的啊，跟你应该蛮合适的。你不要欺负他啊，他很温顺的，像小绵羊一样的。我儿子声音蛮好听的，叫他来跟你打一声招呼好吧？就在我边上。好吧，来来来。你好，我是张富贵。贵贵。你好。听到，声音好听吧？我说的吧。我跟你说，我儿子条件蛮好的。其实我对儿媳妇要求不是很高的呀。这个首先性格要好，对吧？我听你声音性格也是蛮好的啊。那我儿子蛮害羞的，你跟他玩的时候多带带他啊，好吧？我带他好。贵贵，你有什么要求啦？你说不出来，老妈跟你讲一讲呀，真是。你平时喜欢干什么呀？就看一些综艺。你会做饭吗？做饭我不会。哎呦，那有点讨厌的。这个阿拉贵贵也不太会做饭的，阿拉贵贵只吃我做的。哎呦，那怎么办啦？真是。没事，反正做饭这种东西慢慢学应该也会。对，你看性格多好。哎，还有什么问？能吃辣吗？能啊，你如果特别辣的话可能不太行，就微辣或者什么的一般能接受了。你喜欢听什么音乐啊？就慢歌吧，喜欢听慢一点的歌。三年要满个张艺兴。喜欢张艺兴啊？对啊，就觉得很乖啊。你就觉得他乖了？就很有礼貌啊。贵贵，他喜欢张艺兴。我不是很喜欢那个女朋友喜欢别的明星。那你喜欢张艺兴喜欢什么到什么程度啊？他有的我都有。张艺兴有的他真的样样都有，100样都有的，对吧？贵贵有啊。一有。张艺兴没有的你有吧？一有。没关系，不是一定要模仿他或什么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。不模仿，完全不模仿。其实这样，我是张艺兴啊，我是张艺兴啊。什么东西啊？我说我的名字叫张艺兴，不叫张富贵。那你知道他就是张艺兴吧？我知道这个张艺兴跟那个张艺兴肯定不一样啊。你还是不知道我是张艺兴是吧？你是不是我的粉丝啊？你不知道，声音都不像了，声音都不像了。你是不是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，对不对？我们先自报家门，我们这里是101 Happy Morning Call。所以刚才跟你说话的是如假包换的张艺兴。哎，你好。来，我们有请张艺兴，真正的张艺兴再跟你说两句话。是的，我是真的是张艺兴啊。然后你知道我出了新专辑，然后你喜欢新专辑哪一首歌呢？你就唱气氛了。Be careful sheep in the neighborhood. Be careful sheep in the neighborhood. Be careful sheep in the neighborhood. Be careful sheep in the. 我是张艺兴。我想问一下，你有什么话想要对张艺兴说的吗？就是想说，你平时我知道你很努力，很努力，但是我觉得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不要太累了，真的。好啊。然后。其实我是觉得，如果真的有一天碰到自己心仪的对象或者是什么的话，我是作为粉丝，我是支持的，就是希望他幸福。好，谢谢。我想听你唱，我听你。Watch baby， 听我的音乐，围绕奇葩 special day。Come crazy to find the love， 人群中一眼就能看到你。哇，好听。好啦，祝福你。好，也谢谢张艺兴能够亲自给粉丝打电话，给他送到这个惊喜，也谢谢你的好闺蜜，谢谢你们，祝你们友谊长存了。谢谢，谢谢你支持我的 sheep。好啦，祝福你们，拜拜。好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
有趣，自由奔放。关注动感101 TV， 众里寻他千百度，快点关注101。